走，八班。简单自我介绍一下吧，你们大概有两分钟时间。我刚考上了公务员，从此吃喝不愁。我第一眼见到你，我就觉得你很有安全感。我没他那样的铁饭碗，也就一千。日薪？一顿早饭。我喜欢爱吃早饭的人，健康才能有更长久的陪伴。我也这么认为，所以我给全身都买了保险。三年前我喉咙卡了个鱼刺，赔款到现在都没有用完。我恨自己能早点出现，让身体遭受这么多痛苦。所以你吃什么鱼比较容易卡鱼刺啊？既然这样，我要赶飞机去皇家剧院准备我的表演，毕竟不能让女王等太久。那高贵的骑士，你准备让你的公主等多久啊？我有试试又怎么够？我四岁习武，熟读上古兵书，文能兴国，武能安邦。自古英雄配美人，夫君你可要好好保护我呀！我研究历史，通晓古今，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。哇，我最喜欢有内涵格调的男生，你要不要来研究研究我呀？这是要找茬？是又怎么样？我36计信手拈来，运筹帷幄能保家人平安。我中外历史倒背如流，德才兼备，可助国运昌盛。你是卧虎小快兵，好，你是凤雏小可爱，兄长贤弟。你是